时，佢都未识得蕾花飘，更未解莲香色玉。今次快说初情，便命我把生柴拾菜。Oh,
哎呀，点解呢个道姑咁似已死嘅长平公主呢？吓，莫非公子佢幽魂现眼？唔会噶，就算公主佢幽魂现眼，都唔会系道姑打扮噶咯。啊，莫不是公子佢假托妖亡避世，尚在人间？啊，我记得啦，我记得公主妖亡之日，即是我殉爱之时。周家瑞兰佢曾经有一语相关嘅说话，佢话有缘生死能相会，无情对面不相逢。啊，莫不是有娇妻在内？唔得，等我叩门一问至得。呢处系青年界庵堂地，我守为礼貌，都未敢措辞。师傅，开门！哎呀，哎呀，点解佢闭门不纳？是更可疑，当我冲门而至至得。是借茶，而不是拜佛。我有句说话，请求师傅你点化啫。你何以闭门不纳呢？系庵内无人，主持未返，俗世男女都尚且授受不亲，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？哦，如此，师傅有赖。施主有赖。师傅，你是一个出家人，用我问一句神俗话啦。所谓劫后生，恍如隔世，虽则难忘卿花月总流痕。我同阿道姑似曾相识咁，望你把前尘世认啊。哎呀，施主，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劫火。世外人十年来只知敲经念佛，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？啊，师父，你哋系出家人就讲清修，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。所谓有一日三二千年，所谓十载识敲经啊，莫非你年念佛之啩？照我睇啊，道姑你手刹戒清修最多是一年光景呢。哎呀，施主，照我看你是一个读书人，似乎的说话不应该讲得这么轻薄薄，贫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住持可证。虽知不是可怜人，都不入清规地，既入清规地，出淤泥又不胜呢？师父，我不是伤心人，都不作伤心语。既是伤心人，才把昙花当作宫花应啫。施主，原来你是一个轻薄儿，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咩？咁好啦，我等翻入去代你烧猪坐香，望观音大士慈航普渡，保佑你福寿康宁啦吓。咁多谢晒啦，啊师傅，我应该长拜佛门，慈悲一问道姑你贵姓啊？系，贫道俗身姓沈，法号慧清啊。你叫做慧清啊？系。飘啊渺间啊，往事如梦啊，情难应。
世影，复合下了头啊头，暗中啊泪轻轻，费力公主。哎呀，施主，你叫唤何人啊？我叫唤公主咯。施主你何人？公主是我的妻房啊。施主，你叫唤妻房，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的，何解会叫到离佛门清净地的呢？谁无骨肉之亲，谁无父女之情呢？等我讲下崇祯的惨事。若果佢喊亲嘅咧，不问而知，梗系公主。好，等我试下佢至得。点解会嚟到嘅呢？我放。Oh,
是伤心地说贫道不能奉陪，我告退了，我离陀佛。哎呀，师傅你不要限住，我想求你，我求你，你得闲我得去烧香参下旧情。哎呀，唔得噶，心谂不变，动静静不了凡。我又会烧住香，你都唔肯，你唔肯带，我自己去。哎呀，唔得噶！你跟住我，奸犯人路。原来公主未死，等我回去告诉阿老爷听才得。师父，我虽然未入过庵堂，但是我一望言之，这座梗是观音大士。为什么观音大士座旁之下有一男一女呢？一个是金童，一个是玉女。哦，一个是金童，一个是玉女啊。师父，咁我自有观音以来，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噶。系。哦，师父，点解自王成劫后，只留翻一个金童，唔见咗个玉女呢？哎呀，出家人不明尘世事，施主请上香啦。Thank you.
你驸马从命，开我一生一世寂寞，虚有其名，梦难醒，债难清，又再饮干那残粉放下，姻缘成性，心停心停，我不敢那泪暗边。师傅，你呃黑我嘅。我呃你乜嘢啊？你话观音菩萨好靓，话佢一啲都唔靓，马星。